菜谱，沈静，八静，八静，沈静都行。这样的吧，这有事吧？对吧？那份有事儿。是吧？一个分手还都有事儿。肯定靠拢，有事儿吧？有把劲给你去了。那就给个菜那个，太瘦了。太多。多吧，多又剩点肉馅儿。多点清香肉。四十。多点肉馅儿。有菜的是吧？现在已经进入到腊月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过年吃的丸子。今天把这丸子先提前炸出来，就是买了十斤肉馅，然后花了100来块钱，然后炸不完，然后我们会剩一点。行吧，剩这点行吧。放上来吧。里边切点姜末，放到那个丸子馅里边。姜末斩细以后了，直接扔放进去。再摸摸。你过去。你都割肉啊？你万一要不，要说上这个。再收吧，再收。交换起来，交换起来。说四个吧。握吧，握吧。嗯，那头有点血。哎，握了，我看你腰线儿多。出来了。肉也是血的，都是给你老爷削的。哎，你过两天把那个大壶弄过来。热那个，行。有时候湿气，有时候得弄。一边倒一边开吧。这里边再倒入点花椒水。不许拿叶子。光料酒吧。正是吧。来点料酒。哎，再少来一点就行。行行，好了好了。大鸡蛋吧。这鸡蛋呢，放鸡蛋的时候一斤放一个就行。不放一个。哎，再来一个。来，放。加花椒上去。少来点淀粉啊。淀粉多茂盛。太少了。太少了。你这也太少了。再来这么多。嗯。好。你最后往里边打点油。好了，行。够了。哦，我这锅里要放点啊。那都是那还有热的。有。放点热的，热那点热。小点吧，是吧？小点。上边瘦了都漏了，上边瘦了它又漏了，对吧？它跳上来，炸会儿了都漏，炸东西这老是油太高，你知道吧？这好。那个不想吃，可以。嗯。不要乱动。不对，再炸回来，再炸，不对。弄到了。
不站了。早点好。你要去找可可。这样放到这样的，那样也行。他直接跑偏儿。厚点儿。这样。哎，对吧？哎，厚呗。都还上白豆腐呗，豆渣了。这我才长白的，长渣了。枣也行。长白的吧。这个都吃点，保证挺香。